Anchor Free 关州科技，斯黛尔家用冰点脱毛仪，操作演示，整机展示，连接电源线，开机，技术显示，功能调节，模式调节，能级调节，工作按键，出光口，制冷区，开始操作，清洁皮肤，将毛发刮至2到3毫米，涂抹水溶性保湿护肤品润滑，不要使用凝胶类产品，佩戴护目镜，避免光源直射眼睛。双击按键进行解锁，两个指示灯同时亮起，可以正常操作。EXP 定点操作模式，单击按键发光，若10秒内无发光操作，解锁指示灯灭，需再次解锁。OPT 连续操作模式，长按按键发光，连续发光1分钟时解锁指示灯灭，需再次解锁。使用能级参考说明书第13页，皮肤类型及毛发颜色使用能级参照表。两个模式适用的部位， EXP 适用于小部位操作，如腋下、唇毛等。OPT 适用于大部位操作，如大腿、手臂等。操作中注意事项：一、佩戴护目镜，避免光源直射眼睛；二、操作头必须贴平皮肤；三、禁止30秒内在同一部位重复操作；四、操作中皮肤微红、微热、微刺、毛发卷曲视为有效反应。操作结束后，用75%酒精清洁操作头。周期设定前6次，1周1次，后6次，2周1次。操作后注意事项：一、操作结束后注意涂抹补水保湿类产品；二、操作后注意防晒。斯黛尔家用冰点脱毛仪，就得这么大才有用。本视频请结合说明书配套使用，欢迎咨询，点击关注。